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坐落于印度洋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塞舌尔群岛，由100多个美丽的岛屿组成，以其令人陶醉的大海、独特的岩石、丰富的本地植被和广袤的白色沙滩而广受赞誉。这片宛如仙境的度假胜地吸引了无数新婚夫妇、商人、名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，他们在这里寻找浪漫、交易、放松或极限冒险的机会。Paradise Island 位于塞舌尔的普拉林地区，从塞舌尔国际机场乘坐直升机仅需20分钟即可抵达。这座占地约15公顷的岛屿坐落在一片未受破坏的泻湖上，呈现出独特的地貌。目前，岛上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与建设，包括5栋别墅、餐厅、水上运动基地、员工宿舍、直升机停机坪和船坞。然而，超过2000平方米的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翻新。此外，购买者还有机会在岛上建造私人住宅或豪华海岛度假村，以满足不同需求。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，虽然可以在塞舌尔购买房地产，但存在一些限制。根据当地法律，外国人可在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以永久产权购买房地产，但仅限于私人使用。此外，法规规定不得将购房用于商业目的、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获取商业利益，这类权益仅限于公民。另一种选择是成为该岛的租户，依据租赁条件进行投资，并参与岛的开发，租期可达70年。这段时间足够投资者实施其计划，充分体验私人岛屿的魅力。如果您对这座坐落在塞舌尔的迷人私人岛屿感兴趣，欢迎私信询价，我们将为您提供详细信息和相关服务。下期见。